这个球出手打落在中间方向的飞球，吹过去没办法接到，哇，在这一局要形成大局了，补上这一发中间方向扎实的安打。这球相当的强劲，三垒手碰了一下没有接到，形成了一个穿越的安打，这个完全是义大犀牛队的一个反攻的好机会，很机会，那对方掌握。结果这个球打成了一个滚地球，二垒手又漏了一下，跑者这时候绕过三垒，又回来抢分。接着轮到林坤生，后面呢是敲出一句躲，是捕手要做一些比较刻意的，又是安打闪躲的动作。林坤生不错哦，今天二指二，同样的位置又穿出去哦，意思是不是要再来一次呢？你好难呀，格局太乱了，格局好久哦。两出局，这球安达的出现，这个时候要回来应该没问题。这个球出棒，结果穿越了，是不是穿越安打要带有打点呢？两分了，在满垒的情况下，三垒上的跑者回到本垒得分，二垒上的跑者也垒上没人，应该没有机会吧？这个球打的仰角相当的高，在左外野方向，这个球相当的远，全垒打，全垒打，反正都有打点了。方克伟炸裂。这棒又扫到了左外野方向，左外野手往后退，看起来这个球也越飞越远，最后也还是被方克伟扛上去了一个红不让。方克伟本季的第7号的全垒打，